下腹部坠痛，不碍主任。让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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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来让一下，让一下。梁姐，我问过了，所有的专家都说今天已经加不上号了。那下午呢？可是下午还有个工程报告会呢，老总。算了，就先在这个普通门诊查查吧，至少把该做的检查都做了。你先回去吧。知道了。来来，不不不。 能让你们病人进来了吗？嗯，两个。等等，一位。哦，好。为什么呀？今天你就坐这儿就行了。我为什么要坐那儿？你今天你可以多观摩观摩，多学习学习。 来，请进来吧。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你是复查吧？那这两天感觉怎么样？现在好多了，比以前那么疼了。好极了，你今天就换个药就行了，以后换药就别挂号，直接找我来就行。好，谢谢。大姐，你帮着病人换个药。嗯。别等会儿。来来来，谢谢。 对了，那个什么都别管，什么都别碰啊！你就多熟悉熟悉环境就行了。我现在带你们去急诊看一下。 大夫，怎么了？你给看一下刚才这打架头破了，挂号了吗？没有，来不及啊。大头，来，赶紧先带他去拍片子。来，走，来，快快快！在急诊呢，每天遇到最大的情况就是简单的缝合手术。缝合手术的关键是什么？速度要快，要认真。无菌是关键。哦。看见了吗？像这样的情况。 以后你会遇到很多啊！一会儿让王东来给他缝了啊！哦，好的。下一位。 例假正常吗？嗯。有过性行为吗？您这问的什么问题呀？我女儿才16岁。这些都是基本问题。什么基本问题呀？我们看的是外科，您……我不管你们看的是外科还是内科，这些都是必须要问的问题，懂吗？哎，行了行了，不问了，到床上平躺着，我给你看看。
这儿疼吗？啊！你轻点，明显的反跳痛，阑尾炎。阑尾炎可不得了，要做手术的。我帮他叫个轮椅，带他去检查。我说呢，肠炎不能疼得这么厉害。等会儿，护士，伤口缝合4天之后需要换药，这个时候已经不是新鲜的伤口，所以不用去无菌手术，去门诊。等一下，我们去门诊看一下。什么效率？别人在这没有。闭嘴！有完没完了？你说你们这些小病在二级医院都能看，非要跑到我们这儿来？看个病这事情够猛的呀！没看这么多人在这等着的吗？谁看病不着急、啊？效率！你效率给我看看。让开！哎，这怎么也这么说话呀？这什么意思啊？太过分了！等一下，他怎么了？阑尾炎，明显的莫非是正阳性，我让他先去做个 B 超。是侧面疼，还是中间疼？中间。下腹部坠痛。医师，我爱主任，这儿疼吗？这儿呢？血压多少？听不见。开灯检查，加气血 HCG， 盆腔 B 超，子宫双侧冷调。好。子宫？你到底有没有性行为？你刚才是不是在撒谎？你胡说什么你？血压很低，50/30。你先出去。是这样，确实有阑尾炎的症状。阑尾炎很容易引起穿孔，一旦穿孔，就会引起其他器官的一些炎症，包括子宫和卵巢。我的学生已经去开展检查了，但是检验科呢，时间都比较慢，您去催一催吧。好的。哟，这怎么回事？李主任，这你接什么了啊？谁让你接的？我不是说我去换个药的功夫，什么都不要动，什么都不要管，你多出去。主任，他怎么？杨大夫啊，杨大夫，你先出去吧。你过来！你怎么回事？我是这儿的主任，刚才你妈妈在。有些话你肯定不好意思说，但你必须告诉我你的实际病情，这关系到你的将来。你之前是不是有过性行为？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把你的病治好。但是你必须告诉我，有还是没有？上一次月经是什么时候？上上月，上上月的时候。休息一会儿，记录病历，停经6周，确诊脉室连反跳痛、腹膜刺激症状，血压降低、脉细，印象有盆腔炎并发阑尾炎历史，宫外妊娠，高度怀疑已经破裂出血，通知妇产科会诊，叫秦大夫来。到手术室，八字科赶紧做准备。